大虎的话是赔全部还是赔虎的那一家的？哎，其实没什么炸虎过，都相公啊，都不炸虎，都不虎，没关系，相公就好。相公还要虎，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啊？我们那个相公都还要走一个补血，都还接那个补血二级。我说好，那怎么办？啊，那这边我这两张先拿过来了，有一张突然打不了。对啊，要是我说，哎，我这边多两张怎么办？我这边少两张。哦，你打开军的，还有就因为就像不刚说补血嘛，那就少两张好啊。那你看，你是要门还是要花，你就自己补两张。哎，中间不要补，中间补比较麻烦。中间花两张，就头尾随便你挑啦，你就挑两张把它凑齐配比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也是对手，比如说我打完，打他呢，回溯一下。又没碰到哦，那就连续比较吧。上家他要碰的时候已经过，又快回到上家了，然后又要回到回溯一下，刚才没碰到打不了。他有反应。哇，来我，哎，我刚刚是摸哪一张？随便啦。你看哪一张你还比较不要跳回去啊？然后刚刚碰一下，回溯。主要是因为我们太累了，可能连打了一整天、两天什么的，所以其实你精神已经不太好了。对，没错。可能连其实自己摸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我随便有空中来放回去。没错。那你们一定会有缺一个，有没有朋友找过那种斜咖来？一定有吧？哎，不得不说，其实这几位就已经很闲，他就已经很闲。没有，他写就是大家开心嘛。好，有些是来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猪肉，跟我打麻将，你们自己小心哎。要是这句话，猪肉他 A 一个队员，对，声称那时候三十多岁了，啊，声称从18岁开始打麻将，打到40岁那种。跟我打麻将，你们自己小心哎。后来小心的是他，熟烂，他没有遇过我们这种斜咖。我们打的是不怕输的，打八万，听什么？打八万，你万，听是中咯，中东，打八万，打七万，打八万，你听什么？我来抓你啊！你们是专门挑几率小的在赌，要不然就是什么回马枪，三个洞回到这一个洞还在回马枪。碰，你这样碰，高手被删掉。为什么你要碰高手没虎？没有，不想碰。碰到变成300，你知道我听什么吗？知道。我跟他打的最好笑。当丁买的时候，因为当丁买很明显，他眼神就是一定丁买，哎，他这种斜开有个问题，哎，有些人很明显，他会把前面分好几堆，啊，就是一组，前面一堆了，啊，那是照丁买，所以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就丁买，他罗杰就说，然后你5万，要不要打10万？我就说，好打，没错。跟你们打牌感觉很好玩，就是好像好笑。打德物的时候也是啊，德物不是会开三张吗？对，打德物没有在开三张，主要哪个打的？我直接问了，你怎么牌？喂，这么巧，喂，三分三分。那你 A 你要不要推？你才要推吧？你要不要推？你推我就推。不然都让你看 A 哦。没有钱，那最好笑是你怎么5万？那我又不打 ，OK。8万，那是我胡，忘了跟你讲，我也隔壁的。没错，抓到你了。那时候都乱打，你那时候是超级乱打，没错。所以到现在也是吗？那是刚开始吗？还是一直以来都这种情况？看情况，看情况。跟朋友打输一点。好，对啊，开心啊。啊，有外人吗？有跟外人打过？就是偶尔会有外人，很少。有没有遇过保牌掉或不好到顶的？之前有一个人。怎样？他都不算外人，算都是圈的。对，可是他没有长期跟我们打麻将。然后他有一次就是说想跟我们多点话题，因为那时候我接暴雪的比赛。哦，就边打麻将边聊。对，然后他有接暴雪的总部比赛，后来就来，接下来打一天一将而已。嗯，我们找他到了。完全不像。没错，他好像都是打嗨啊，我刚打几枪大了。